看，我们今天从15章的第八节开始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我老想问一师，下，老就师。是现在这一节课的那个 eagerly 是吧？那个是什么意思？Eagerly，eagerly，eagerly 嗯。Eagerly 是非常迫切的、急切的。Eagerly，OK，、okay. 比如说我很急切的想要拿到班上的第一名，所以我每天从早到晚努力的读书。Eagerly，我很渴望的，想要的不得了。OK，迫切的、渴望的，都是这个意思。They sought God. Sought 是 seek 的过去式，所以他们寻求神，非常迫切的寻求神，非常渴望的寻求神。And he was found by them. 你努力的寻求，当然就会被你寻找到了，所以他们也就耶和华也就被他们寻见了。用 found 这个字，be 动词加 found。He was found by them. Okay, so eagerly 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我很迫切的想做这个公司的经理。哎呀，我从入职的第一天开始努力工作，人家做8个小时，我做10个小时一天。Eagerly 啊，我就想拿到班上的第一名。So I study eagerly，我读书读得非常迫切、非常急切的读书。我就是希望我能够拿到班上的第一名。Okay。好，eagerly，我努力的读书，希望能拿到全校的奖学金。eagerly，okay。有没有问题还有？eagerly，下面那一节，你帮我翻一下，好像有一个，下面的这一句吗？还是什么？这一十节，六节，对，16节。好，我找一下。OK，King Asa also deposed 是降，贬了他的位置。OK。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贬人家的位置，但是基本上 depose 就是降格，OK，把人家 depose 把人家的位置降下来了，OK，就是让他放弃他的权利。比如说 depose 可以指说，我不想当这个位置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的位置，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太累了，我弃权，我不要做这个位置了，叫 depose。这个是。Depose his grandmother，他把他的奶奶，这应该算他的祖母 grandmother Maka，然后 from her position as queen mother，他原来的位置是 queen mother 是太后啊，像好像我们讲的什么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样啊，他那个位置是非常高的，对吧？哈，是他的祖母的位置，可是因为他的祖母拜偶像，所以呢，他就让他。弃权，OK，撤掉了他这个 Queen Mother 的位置，OK，所以他就 depose 是把人家的位置给撤掉，或者是你也可以说你自己自动辞职不干了，我弃权了，我不做这个位置了，我觉得我做这个总经理做的没意思，我不做了，I depose my position。As a general manager in the company，我在这个公司所坐的位置做总经理，我不高兴做了，我不想要了。OK，这个叫 deposed。OK，所以他把他这个妈妈太后的这个祖母的太后的位置，Queen Mother 的位置，把它撤掉了，就没有这个位置，不再那么尊贵了。只是因为他做了一个，他拜了什么？Made a repulsive Asherah pole。Asherah pole 那个是一个。木头柱子，OK，那个木头柱子上面是有偶像，Asherah 的偶像在上面，OK，repulsive 这个字哈，repulsive 这个字呢，意思是说让人讨厌的，令人厌恶，就叫 repulsive，OK，比如说怎么讲，你。有的人家里面常常一天到晚有年轻人住，哇，整天到晚大声的唱歌，放很大声的音乐，这个是让人 repulsive，令人厌恶的 repulsive。还有的人没有公德心哈，比如说牵狗出去，你们家的狗到处
到处拉大便，然后照理说你牵狗出去，狗在哪里噗噗或者是尿尿，你都要把它收干净的，对吧？啊，你没有注意这个，就是令人很讨厌、令人厌恶的 repulsive。OK，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一个人说的话，让人 repulsive，让人讨厌，叫 repulsive。OK，so，因为他的祖母拜这个木头偶像 Asherah 的这个木头柱子，所以呢。Asa 王呢，就把这个给砍了，把他这个 pole，这个 pole 是一个柱子，把他这个木头柱子给他砍了，broke it up 是 broke up 是把一个东西破成一段一段的，OK，所以就把它捣碎了，and burned it 还把它烧了，在 Kitron Valley 那个地方，那个西边把它给烧了，OK，好，有没有问题？嗯，好嘞，谢谢。嗯哼。老师，我有一个，就那个，什么 broccoli，在在16章10节11节那个，16章10节，我们看一下啊，十节，对，broccoli 还是什么就这个 broccoli。？brutally，brutally 是非常残忍的，brutally，比如说。我随便讲，我不知道啊。比如说打仗的时候，那些人一被杀的时候是很残忍的、残酷的被杀。比如说，哇，身体断成一段一段的，OK，这个是很残忍，对吧？Brutally，OK，这个他刚好被车子碾过，不小心发生个车祸，哇，这个非常残忍，惨不忍睹。这个叫 brutally，OK，他家旁边有一棵大树，刚好台风来，咵把树给刮倒了，那个树把房子给压碎了，哇，他就被他们一家大小被很残忍。比如说那个汶川的地震的时候，很多人 that's brutally 非常残忍的，很多时候整个房子活埋在底下，OK，比如说这整栋大楼崩塌。他那个一楼可能已经在地下的3层压在底下，人挖出来都已经看不见人形了。这个就是 brutally 非常残忍的。还有些人对小动物很残忍的，虐待小动物，that's brutally 很残忍的。OK，oppress 是什么呀？是欺负一些老百姓。OK，对抗一些老百姓，所以他们就迫害一些老百姓，这个叫 oppress，压迫一些老百姓。Oppress some of the people 啊，所以，Asa 王对这件事情就很生气，把这个人给关到监狱里面去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Asa 王他也做出一些残忍的事情，OK，他就压迫一些老百姓，OK，这样有没有问题？Oppress, brutally oppress，非常残忍的压迫一些人，叫 brutally oppressed。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还有那个二姐，那个 ruling 也是二一个不姐，好的词，我记得，十二就十这个，六章的对，二16姐吗？章，对，二姐，我那们个看一下。ruling 也是一个，我记得也是一个不好的词，是啥来着？What's ruling? Ruling 就是 rule, RULE 这个字。Ruling, OK, ruling in ruling 指的是这个，他是在那里。统治，当时他统治的地方，he was ruling in Damascus。他在那个地方统治。比如说，你现在你是山西省书记，right？你统治的地方，你管理的地方就是山西省，so you are ruling in 山西，right？他是上海市市长，he was ruling in Shanghai。他所以 rule 基本上指的就是他管理，OK？他统治的地方，他管理的地方是在哪里？rule 本身，RULE，OK，是规则，名词做的是规则的意思，right，对不对？名词。那如果说做动词用呢？OK，动词指的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管理这个地方。Was ruling in Damascus。他就在那个地方统治，所以他的中文你看。大马士革的亚兰王便哈达，OK，他指的是当时就在那个地方管理。亚兰王当时管的是大马士革，
ruling in Damascus， 因为就像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比如说他是亚兰王，可是他这个亚兰王他驻扎的地区，他可能以哪个地方为中心 ？OK， 比如说你是怎么讲？你是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但是你可能你驻扎的地方是在广州市的什么什么地方 ？OK， 同样的道理，大马士革是他管理的那个城市的地方 ，OK， 他主要就在那里管理。OK， 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驻扎在管整个以色列地，但是呢，他的主要是驻扎在耶路撒冷，所以 he was ruling in Jerusalem。OK， 可以这样讲。比如说我是管理整个日本，但是我现在管的是东京地区 ，OK， 所以我驻扎在东京区 ，I was ruling in Tokyo，OK，、okay? 我就专门管理这个东京地区的，所以是 ruling in Damascus。这个 rule 是名词，是规则 ，OK， 动词就是管理的意思，治理的意思 ，OK。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还有那个九节那个愿者，那个九节，嗯，看一下九节。OK， range throughout， right？ OK， 好，这个 OK， range throughout， 我们看 so from the eyes of the Lord， OK， 所以指的是什么地方？指的是从上帝的眼睛来讲， range throughout 是整个范围，遍及全地。 range 是一个范围 ，OK， 它的 range， 比如说是从这条街到那条街，我是清洁工，我的 range， 我的负责的范围就从这条街扫到那条街，这是一个 range， 对不对？那上帝的视角、眼目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是 throughout the earth。它的遍及整个全地上面，上帝的眼睛不是只看这条街到那条街，像我一样，上帝的眼睛是看 throughout the earth， 遍及全地，所以这个 range 是一个范围，讲的是一个范围。 OK， 它的 the eyes of the Lord range throughout the earth。 OK， 它的范围是从全地上来看，它不是只看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 range 是一个范围的意思。 OK， 然后遍及全地要干什么呢？是 to strengthen those whose heart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him。 它为的是要遍及全地，上帝的眼睛到处看，是为了要加强， strengthen 是要加强，强化那些人，那些凡是心都是完全献给耶和华神的人， fully committed to him， 全然奉献给他的人，上帝就完全加强这一类的人。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谢谢老师。好， thank you。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下面十六章十节 ，He was so enraged. Enraged 是指那种怒气冲冲的样子，他是完全被激怒了，如此之生气。Okay, he was so enraged. 他是如此之生气，如此被激怒。以至于怎么样 ？He put him in prison. 他气得半死，怒气冲冲，就把这个人关进了监狱。OK，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个人，他在早期的时候，生命的早期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人，上帝眼中认为他是个好人，他走在行走在福音的正道上，走在上帝的道上，他可能凡事以上帝为中心。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生命后期的时候，他可能就走偏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明明这个先见这个 seer 是来跟他讲的是提醒他的事情，上帝借着这个先见来提醒他啊，这些该小心的事情。可是他呢，就非常的生气 ，enraged， 很怒气冲冲，气到呢把他下到监牢里去。OK， 而且他也开始怎么样压迫老百姓，很残忍的压迫老百姓。所以到最后，亚撒王自己也成了有问题了。所以在信仰这条路上，在走在福音的正道上的时候，你要时时刻刻都要很小心自己的言行、自己的举止。所以你要跟上帝的关系好，让你的行为、你的举止不要偏离神啊，要讨神喜悦，这个很重要。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发音上的问题吗？OK， 16章的12节这个地方有个 be 动词加 afflicted， 啊，就是受到什么的苦 ，was afflicted。be 动词加这个是被什么为苦 ，OK， 被什么疾病所苦。He was afflicted with a disease in his feet， 他被他脚上的一个疾病所苦 ，OK， 受苦于这个脚上的毛病 ，OK， 好。Though 虽然他的这个毛病啊很严重 ，was severe， 虽然这么严重，但是呢，在病中他都没有求告耶和华，他只有怎么样，只求告这个医生，他只希望医生帮他的忙。Physicians， 我们常常中国人讲 doctor， 正式的说法，你去看医生应该是 physicians， 这个是正式医学的名称叫 physicians。OK， 他是一个医生 ，physicians。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这个 physicians 和 doctor 有什么区别？Doctor 基本上就是我们口语上的，他是这个脚，看脚的医生，看眼睛的医生。他丈夫，比如说，哎，你们家丈夫做什么职业 ？Is a doctor， 他是个 doctor， 这就是个医生。但是 physician 呢，是正式的名称，就是可以行医的人，我们叫 physicians。OK， 所以对，所以比较正式的名称的时候，你说 physicians， 但是你说 Oh， I'm going to see the doctor， 我去看医生，这个你用口语上这样讲，大家都听得懂。OK， 好 ，physicians， 好，谢谢。OK， 所以这个字值得学起来哈 ，physicians。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当然，美国这个医生是很分的很多哈。这个西方世界里面，看脚有脚的专科医生，看手有手的看专科医生，有的人只看手臂的这一段的医生，OK，有人专门看手指上的医生，OK，有人只看从这一节到这一节手臂上的医生啊，这个太复杂了，OK。所以，像我有个朋友，那个牙齿有问题。
牙齿它是只看牙床的医生，有的人只看牙床，有人只看门牙的医生啊，这个，所以这个都还有它行业里面的特殊名词 ，OK， 都还不一样。你再往深了学去，各个行业有专科医生的名称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这个 bear 是啥意思？什么 bear？ 哪一个字？就这个，就像这 bear 是 bear， 就这个十四节这个。哦、oh, ，bear，OK、okay。这个字啊，蛮特别的这个字 ，OK， 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字。这个字的古字就是啤酒意思 ，OK， beer。有人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字呢在名词上面的话，它讲的是一个架子，停尸的架子，或者是棺材的架子。棺材不可能就放在地上，对吧？像他们这种有地位的人的话，都有一个架子放起来， OK， 架子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这个用叫 bear。 所以Put, they laid him, lay him, 让他躺在一个什么架子上面，一个停尸的架子上面，应该是一个棺材架子上面叫 bear。 然后 covered with spices， 哇，他整个人都用很多的香料， OK， spices、啊、是这种各种的香料。还有呢 various blended 是混合的，调和起来的这种 perfumes 就是这种香，有香味的东西， OK， perfumes 有可能就是香膏啊，因为 perfume 是比较浓的哈，像我们的香水，浓的香水还是淡的香水，那种很浓很精华的，我们这个叫什么，叫这个香精或者是香膏类，就是很浓的那一种叫 perfumes。它是各种 various blended， 有很多种的香精香膏把它混合起来的，这个放在他的身上。然后呢 they made a huge fire in his honor。 in his honor 当然就是要纪念他，为了要纪念他、哦、以他的名呢，他们就烧了一个大火， OK， 烧了一个大火。这个我就不知道他烧了些什么东西给他就是了。 made a huge fire in his honor， OK，算是说也是对他是一个很尊敬他尊重他的纪念他的这样子， OK。 所以那个你知道人死了三天以后那味道就已经出来了是吧，所以以色列人这些的都是很科学的，要用很多的香料 spices， 要用很多的 perfumes， 那些香精香膏把这个味道给盖过去， OK。 好，因为人体 70% 是水分还有蛋白质，对吧？这都是很容易生细菌的，所以你只要三天以后，你的这个血液，人死了以后，血液就凝住了，对吧？然后里面的这些水分呢、啊，正好就是细菌滋生的温床，然后这些蛋白质都会发臭的，味道就会出来了。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这个 made a huge fire 这个地方，这个是指的很大的火是不是很大的 They made a huge fire. Fire. 哦、oh, 因为他用的这个 huge 就是太巨大了是不是很大的火很大的 huge. Huge 是比 big 还要再更大。老师我还想问这就是像埃及人弄的那木乃伊的那种方式吗所以是吗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看看有没有懂历史的人。哦、嗯。哦谢谢。OK, 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是七章的二节 ，station troops。station troops troops 是我们的军队，对吧 ？station 呢，这个动词指的是驻军，他把军队安置在什么地方 ？OK， 所以他在什么地方安置了军队 ？OK， 驻军。OK， 比如说他今天在上海驻军，在广西驻军，在杭州驻军，这个就 station troops。OK，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个中国人，比如说我们讲问一个士兵啊。地方哪里啊？我住房在石家庄，我可以说 I station， OK， I station 什么地方，或者是 at 什么地方， OK， 我现在住房在石家庄， OK， I station at 什么地方啊？你现在怎么 有机会跑到杭州来呢？啊，我因为军队放假，所以我跑出来玩。实际上我的军队我是住房在厦门的，我是住房在什么广西的，或是住房在新疆的什么地方的，用这个字 station， OK， station 住房在哪里。好，所以我们讲 station troops， 好 station troops， 他把军队住房在那个地方。 So he stationed troops in all the fortified cities， 这些所有都是加固有军事有军事攻势的这种城市，这一类的城市里面他都驻军啊，都把军队驻防在那里。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了。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吗？ Okay，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雅各书。雅各书，Okay， 雅各书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章什么地方？三节吧。该讲十四了。十四节。讲到十应该讲十三节了，十二节讲完了，十二节讲完了 ，OK， 好，应该讲十三节了，应该数的第十四。舌头这个我们都讲完了，我看一下十四节。OK， 好，前面讲过十三节讲过了哈，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十四节说 ，But if you harbor bitter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in your hearts, do not boast about it or deny the truth. OK， 好，假如。If you harbor， 这个 harbor 这个地方显然 harbor 是做动词用，对不对？ harbor，
所以 harbor 动词是什么意思？ harbor 做名词什么东西？叫 harbor 做名词什么意思？老师，有那个港口的意思吧？OK， 它是港口，所以 harbor 如果做动词用的时候是什么？如果你的心里面像港口是可以做什么用的 ？harbor 停靠，对不对？停着什么东西 ？OK， 所以 if you harbor， 也就是你的心里面停放着什么东西，就好像一条船一样。If you harbor，OK，、okay? 如果你的心里面还怀有这样的想法 ，OK。所以 bitter, okay, bitter envy, okay, envy 是什么意思 ？envy 什么叫 envy？ 野心野 ，bitter envy 是嫉妒人家 ，okay。好 ，envy 是指的非常嫉妒、很苦毒的这种嫉妒人家。你心里面怀有这个 harbor 呢，就像一个港口里面停靠着什么。你如果你心里停靠着有后面这两个东西，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怀有这样的东西，一个是很苦毒的这种嫉妒，你非常很苦，你嫉妒人家，又偏偏自己又做不到，你很嫉妒人家，这种叫 bitter envy。OK， 好。Selfish， selfish 这个应该 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 selfish， 自私，很自私。Selfish ambition 指的是什么？ Ambition 是什么？ Ambition 是什么？ Ambition 是我的行星老师啊，行星。你的雄心壮志，你的一种，这里指的是比较不好的，是一种野心。 Selfish ambition 是自私的一种野心。 OK， in your heart， 所以 harbor 什么东西 in your heart 指的是你的心里面怀有这样的东西，就像一个小小的船停泊在你这个心里面这个港湾一样的道理。你如果怀有这种 bitter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bitter envy 是你这种很苦毒的嫉妒人家，或者是你 selfish ambition 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野心的话， OK， 你心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do not boast about it， OK， boast 什么叫 boast？ 什么叫 boast？一个人喜欢 boast 什么意思？吹牛、夸口、自夸。夸口，对不对？夸口，我告诉你，北京二环以内都是我们家的地。OK， 我们家在北京二环、三环以内，我们有十栋房子。boast， 吹牛、自夸，对吧？好 ，deny the truth， deny the truth 是什么？拒绝真道，拒绝真实的事情。Okay, 明明是真的事情你就拒绝，而且你不承认它，不承认它你只有说谎话了，是不是？ OK， 好。OK， 所以这句话为什么跟我们上面讲的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上面这句话。上面是说什么？十三姐有没有讲过？我觉得好像十三姐没有讲过。有讲过吗？十三姐没讲过呀，十三姐没讲，讲到十二跳过去了。说到十三姐，我还以为我落一课。嗯 ，OK， 好，十三姐说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OK，、okay? 你们前面我们讲的是说，基本上我们前面讲的是无花果树里面不能生橄榄，葡萄树也不能结无花果 ，Right？ 同样的一个水里面，你是。Fresh water 就是 fresh water， salt water 就是 salt water， 你不可能 又有泉水、又有淡水又有咸水，这不可能的事情 right？ 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舌头也是一样，舌头里面要么如果 又赞美神又咒诅人，这个是不对的。 OK， 好，那么下面说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有谁在你们中间是又有智慧， wise 是有智慧的，
okay, wise 啊，然后有 understanding。Understanding 为什么它翻成有见识的呢 ？Wise 跟 understanding 有什么差别 ？Wise 是什么？智这个智慧 wise 是后天来的，指一个人很睿智。OK， 但是这个是多半是从生活体验累积起来的，所以叫睿智，这个叫 wise。那 understanding 是什么？老师，那就是那种明白人，明白事理的那种。Understanding 通常是指一个人他学得很多的知识，他见得多，他了解得多，他对事情看得深入，这种叫 understanding。 但是有很多人他有很多的知识，他确实有见识，可是他临场的可能不够灵活，他不够机智，那种人不见得 wise， 是不是也有这种人？但是也有人很机智，可是他懂得太少，他不够 understanding。 所以这样的人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他又机智而且他又有见识，这样的人在你们中间有谁是这样的人呢？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这样的人呢就应该展现出来他们美好的生活，这个美善的生活 good life。借着什么方式来展现他们的美好生活呢？美善的生活 by deeds， deeds 是他们的行为， done in the humility，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也就是要借着他们在 humility 是什么意思？ humility 谦卑，谦卑 OK， 也就是从谦卑之中展现出来他的智慧，他是有智慧睿智的 OK， 所以他的行为不是狂妄的行为，而是要在一种谦卑的状态之下，然后展现出来他的机智 OK， 展现出来他的睿智，然后他的行为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展现出来他善行，展现出来 OK， 所以这样的人 又睿智，他又有见识，又懂得多啊！你们中间有谁是这样子啊？那让这些人他们来展现，把它展现出来吧。By their good life， 在他们美好的善行上面给做出来。那美好的善行怎么做呢？就是 by deeds done， by 他们的行为，他们在谦卑的行为之中展现出来他们的睿智 wisdom， 他们的智慧。OK， 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我们讲一个人 wise and understanding。OK， 真正讨神喜悦的，终究要看的是他们的 deeds， 他们的行为做得怎么样，而且这个行为是要一种 in the humility， 不是在一种很炫富啊、很高调啊、很那种的情况，是在 in the humility。他必须要在一种很低调的情况之下，很谦卑的情况之下，展现他们的机智，他们的智慧的。OK， 好。老师，如果我要是用写低调做事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词儿了吧？可以啊。Humility， 谢谢。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你的行为要在低调之中，在谦卑之中行出来你的智慧，你不是在那里高调的在那里炫耀你自己，你认为你自己所谓的机智，这种在神的眼光来看都是不接受的。 OK， 好，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 it 什么意思呀？ show it 后面的 it 是指什么？ OK，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OK， 我觉得是把他们的 wise 跟他们的 understanding show 出来。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我也觉得是这个，可是他用了一个 it， 他，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的 wise， 他们的 understanding。这个 it，
让他们展现出来，把他们的这些智慧跟他们的见识给他们展现出来。展现出来的时候要借着他们美好的生活来展现出来，要借着他们的好行为，而且是在谦卑之中展现出来的智慧，不是那种很傲慢的或者是很故意很高调的夸大的这种智慧，不是的，是要在低调的很谦卑之中展现出他们的智慧来。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我们来把这个地方念一下哈。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好，谁来给我们读一下？有没有谁给我们读一下？老师，我来吧。好 ，Sally 来。是 Connie。哦 ，Connie 来，对不起。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thi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the wisdom. Okay, humility. Humility.Humility. Humility. Very good. Humility.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我们再请下一位 Sally 来。Sally. Hi, Jade. Thank you.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this done in the humility.That comes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我发现我那个音就是 W 就念不好，就一个with wisdom with 那个是 Z 的音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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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good wisdom 所以它形容词是 wise。名词是 wisdom. OK, 好，谢谢。我们再请 Julia 来。Julia, 谢谢。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Humility, 重音在第二音节。Humility.Humility. In the humility. In the humility. Very good. In the humility. Okay. 这个 humility 不是只是单纯在谦卑，而是他想看的是一个人的行为是在一种很低调很谦卑，这种通常是指生活上 okay, 不是过着那种很故意很显富炫富的那种情况之下，是在一种很谦卑，通常也指物质的生活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展现出他的智慧来，这样的人是很不得了的。 OK,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谁啊。 OK, 来，我们请 Eunice 来。 Eunice, 谢谢 Jane、Who is wise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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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comes from wisdom. Wisdom. Very good. Wisdom. Wisdom. Good. Thank you, Jen.Thank you. Eileen, please. Eileen, Lai. Yeah.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Thank Very you. Very good. Hugh.
Humility. Humility. Very good. Humility. Thank you. Mm-hmm. Very good. Okay, Lydia, lai, Lydia. Who is? Thank you. Mm-hmm.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thi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Angel, Angel, Lai, Angel. Thank you, Jin. Mm-hmm.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That's right, wisdom. Humility. Humility, right. 这个谦卑在圣经里面是一种美德 okay, in the humility, 同时也指一个人在一种比较不足的物质的条件情况之下，比如说他的生活比较家徒四壁，比较穷困的情况之下，这个人仍然能展现出来这种智慧 ，OK， 这种机智、睿智，而且他的行为还是不偏不倚 ，OK， 还是遵行正道，这种叫做 in the humility。OK， 好 ，Thank you。Next, we're gonna have Esther, please, Esther. Thank you.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Very good. 所以 wise and understanding 这个都是非常被推崇的哈，这个是很不错的 wise。但是这个 wise 呢，不是我们世俗上一般所讲的 wise。Understanding 也不是一般世俗上讲，这些都是讨神喜悦，从上面来，有天上来的智慧的这种 wise。这种 wise 呢，是指睿智。OK， 特别是在判定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他后天加给他的后天的这种机智、这种睿智、这种智慧啊。OK。Understanding 是他的见识，他对很多事情，你知道有的人讲两句话你就觉得哎，这人太肤浅，啥也不懂，啥也不是，对吧？这种就不是 understanding。 OK， 所以 understanding 呢，通常指一个人 understanding 是表示这个人，你表面字面上看 understanding 好像懂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他因为懂很多东西，所以他很能够体贴人，所以他因为有见识的关系，所以他在处理事情上他就是非常体贴人，然后他就是了解很多的状况，他自然这个人就有 wise， 就自然就很有智慧哈，来自上天的智慧。 OK， very good。 好，有没有其他人还要读？ OK， 你看一看，谢谢。好， Ruth 来认识一个。 Oh sorry。 Oh，哎 ，Esther 怎么样？读了吗？这你说这 wise 吗 ？wise， 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是 wise， 但是我们通常人世俗的人把这个 wise 都当成不是这个意思的解释。我们觉得睿智是指的那种，比如说很奸诈呀，懂得投机取巧啊，懂得贪什么便宜啊，哇，这个人。Oh, 非常 wise， 其实上帝所讲的 wise 不是这个意思。 OK， wise 是指人生的 来的渠道不一样，不一样，两个渠道、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从上面来的智慧，而且是随着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以后，你的智慧就一直一直在增加，所以 wise 这个字是后天的，而且特别是从天上加给你的，神在灵里面，你的灵修生活里面，你的灵命里面不断的增添你的那种东西才叫 wise。 不是说哇，你很会做股票啊，你很聪明啊，一块变十块，十块变一千块啊，那种叫 wise， 不是的，不是的。 OK， understanding 呢也不是只是哇，你熟知天文，上知地天文下知地理，你都了解，不是这个知识面，而是你透过你有很广的知识面，你对人更加的怜悯心，你更体谅人，你更理解人，这个叫 understanding。 所以
这两个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不要误会它。Okay. 所以呢，检核他们的方式是怎么样？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ves. 这些人一定要展现出来他们美善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出来，他们一定有很好的生命。而且呢，最重要看他们的行为 deeds， 而且这些行为是在 done in the humility， 他们要在谦卑的情况之下做出来的，而这些都是来自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睿智。所以你这样子就了解，这个完全不是世俗上我们所在讲人家，哦，这个人好聪明哦，哇，这个人很懂得 很懂得 这个做股票啊，这个人很懂得贪奸耍滑的，很懂得占便宜啊什么，不是这样，这种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 wise， 也不是 understanding。 okay， 好，没有其他的。 Ruth 来。 Ruth， 好，谢谢。好的，我这边有点吵，没关系。 Who is the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Hum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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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重音在第二音节。Humility. Humility. That's right. 所以基督徒看人的时候是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怎么样。Good life， 条件是这个，而且要看他们的行为 deed， 要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看人的时候是这样子看人的，看 deeds， 看 good life。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就是用这样的标准，用这样的眼光在看我们。 OK， 所以我们也是用这样子啊，在灵里面学习的。 OK， Ever 来。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p down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 from wisdom. Okay, good. 形容词是 wise. Wise. Who is wise, wise. And understanding? Wise. Wise. Thank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Jean. Very good. Mm-hmm.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然后再一起分享。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谢谢老师，谢谢Jen，你别下呀，你别下去啊！啊，哦，今天还有什么？哦，那个对，今天我们要对这个主持同工稍微培训一下。嗯，呼召同工啊，有哪位姊妹弟兄愿意出来服侍这个平台的，服侍神的，欢迎大家报名，可以给塞若燕姊妹报名。然后我们今天呢是培训主持同工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啊，你不当同工也没关系啊，欢迎大家听，参与听，辛苦了，Jen。哦 ，OK， 好，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老师上来了没有，对不对？我们会先观察一下，耳听四面，这个什么耳观八，眼听眼看四面，耳听八方，我们一看，哦，老师上来了。